看见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绞绳结啊，古希腊非常实用的一个绞绳结啊。首先我们将绳结打成一个弯，回过来再打成一个弯，也就是一个 S 弯啊。取一段绳子，我们从中间这个节点给它顺时针向下方缠绕，缠绕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绳圈每一圈受力都均匀啊。给它缠绕数周之后，大家请看，将余下端的绳头我们绕过这个主绳按压住，塞到这个下方绳环中，给它拉出一个绳头按压住啊，上方拖拽出一个绳饵，向下方这个绳头给它收紧，收紧这个绳头，上方的节点就形成了。绞绳结顾名思义，古希腊惩罚犯人的时候，这个节点是非常的残忍的，当他受力的时候会牢牢的锁紧。大家请看，向下推动，只是锁到很小，非受力呢我们可以自由的调节大小，